交通事故发生在5月17号16时58分啊，于本辖环中东路啊与军湖17路口。肇事的经过是自小客车由东山路沿着环中东路左转车道往军湖16路方向行驶，另重机车一样由东山路沿着环中东路直行右转车道往军湖16路方向直行啊，于肇事路口左转行驶在左转车道的自小客车右转军湖17路时，右侧车身与直行的重机车前车头发生碰撞肇事。肇事后，重机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，由119送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救护，令双方驾驶经酒测均无酒精反应。肇事的原因将由交通警察大队来做分析。警方在此呼吁用路人，在多车道右转弯时，请务必行驶到最右侧的车道来右转弯，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